你哋玩緊乜嘢啊？我咪橋咯。嗯，對我考下你哋啊。2016年係咩年嚟㗎？我知道，答案就係猴年。仲有咧？我知道，係舉辦奧運嘅年份啦。咁有咩特別啊？好似舉辦奧運嘅年份都係闰年嚟嘅喎。闰年咩闰年啊？而家咧，現時世界採用嘅公曆就係格列高曆曆啦，佢嘅前身係儒略曆。根據儒略曆嘅規定，每4年有一個闰年，闰年為366日，其餘3年稱為平年，各有365日。公元元素能夠被四除得盡嘅就係闰年。儒略曆一年平均長365.25日，比實際公轉週期嘅365.2422日長11分14秒，即係每400年約長3日。咁樣每400年咪會多咗3日咯？咁點算呢？所以教宗格列高里13世於1582年宣布改曆，改變至闰規則。公元年數被四除盡的是闰年，但如果被100除得盡而被400除不盡的就不是闰年。這樣的做法可以在400年裏面減少3個闰年。那2000年是不是闰年啊？根據公曆的自闰規則，2000能夠被四同埋400整除，所以公元嘅2000年就係闰年啦。但係1700年、1800年同埋1900年，因為都唔可以被400整除，所以都唔係闰年啦。自從1896年開始，每隔4年就有一次奧運會，之後喺2次世界大戰期間中斷咗3次。咁即系话2016年系闰年，咁即系2012年都系闰年啦。2008年都系闰年嚟噶。咁即系话喺1900年嘅第二届奥运会就唔系喺闰年举行啦。補充多一個資料俾大家，闰年嘅2月會有29日，平年嘅2月淨係有28日，記住啦。